好，我们来灵珠占卜，未来一个月我在哪方面运势超级闪亮？好，我们凭第一直觉哈，看未来你在哪一个哪一方面呢能够特别的闪亮？我们看第一组，第一组是5颗对1颗。 第二组是2颗对1颗，第三组是4颗对1颗，第四组是1颗对1颗，第五组是6颗对1颗。我们凭第一直觉，好，5颗对1颗，5颗对1颗，1、4、4、3、3、好，5、5、2、2、哦，答对了，都有，哦，都有人选哦，来，1、2、3、4、5，预备，1、2、3。 我是4，他是5。对，我们现在看第一组好了。好，第一组观众朋友掉到了，还有来宾掉到的，是在哪一方面能够闪亮亮呢？我们来看啊，这个是在业绩方面。哇，业绩！我超需要这个，我超需要这个，我超需要这个。谢谢，这个代表说这个西西酸肯定是大卖。哎，对，肯定大卖。哈，这个就是观众朋友如果跟 那我们业绩闪亮亮，你有没有发觉？我们业绩闪亮亮，我们也要用点智慧哦。我们必须用点智慧去让你的业绩如何是通路更广，然后如果让你的这个产品呢是能够让人家看见闪亮亮，就是被看见嘛。所以广告很重要，所以要下点广告，或是下点宣传，让你的业绩肯定会闪亮亮。然后再来，我们来看第4组好了。我们看1颗对1颗的哈，我们看在哪一方面能够闪亮亮呢？这个是大家现在很爱的桃花。桃花，桃花，可以吗？我们在能量好像不需要。你在婚姻里面的，代表说，哎，你们的感情是会升温更甜蜜。哇，你有想吗？没有想。好，这也还好。如果没有感情的人，代表说你之前的感情太暗沉了哈，赶快让你的气色亮起来，桃花自然就
闪亮亮，增加自己的运气，那自然你的运气就会来，未来的一年会闪亮亮的。我们恭喜你哈！我们看第二组，我们看第二组在哪一方面能够闪亮亮呢？这个在头脑方面能够闪亮亮。哦，我们有时候可能智慧是没有开悟啊，你一直在同样一个点在绕，你的智慧一直。就是你知道这个疫情，很多人一脑雾就是三年哦，一直在打转，一直在打转，没有办法绕出来。你可以像 PO 这样子啊，去上点课程啊，或者是任何课程都可以去上，或者去买一点书回来看，增加你专业知识。你在未来呢，你头脑闪亮亮之后，就代表说你未来的方向是可以选到对的方向了哦。那我们来看赌灵一直赌的，哎呦，我们看看会赌，我们给人家一个50分的，报100。我们看看赌灵在哪一方面能够闪亮亮哦。我们的恭喜你在金钱方面。这个呢，也就是我们看到赌灵这半年的努力哈，不管在健身方面，在各方面，他的 IG 啊，他什么各方面，真的都闪亮亮。科目三，哇，改个名来，科目三，他已经从阿伯变成少男了。所以我们还是努力很重要哈，你要像赌灵阿伯这样子努力的话，你未来的金钱就会闪亮亮。